魏青，你为什么骗我啊？安迪，你傻了。你跟我说你叔开店叫你过来帮忙了是不是？帮什么忙？啊，忙就忙着跟他儿子结婚的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叔有什么跟他说了？哎，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嗯。他那儿子干什么的？我也没啥工作，平时在家玩玩手机、打打牌。好家伙，让雨晴当便宜媳妇是吧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想跟他结婚吗？嗯，不知道。不是，你要是不想的话，你刚才就直接跟人家讲清楚，就直接说明白不就完了吗？可是俺小时候都是俺叔干的钱上学。不是上个学才几个钱？魏青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不喜欢他的话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这个钱我帮你出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不说。为什么？俺不想花你的钱。你随便你吧。你干嘛？那个，你先别走了，行不行？为什么？你输的二班长又来说球，俺俩不然还不。这就是你房间啊？啊？嗯。你愣在那干嘛？过来，来，来来来，过来来，我看看。哎呦，你看这才走几天，怎么就瘦了啊？这还没事儿。还很亲密的，属于我们俩的，脸庞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。啊？俺没洗澡嘞，俺先去洗个澡。哦，去呗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呀 ！Later， 老爸。哎，你洗完了？嗯。你看，他头发都变多了。什么呀？那是他的护齿离子蓬松技术2.0，能让你的头发自然蓬松。你看，你都不用去烫了啊。哦，那个，这时间不早了，要不咱们休息吧？啊，嗯，啊行，那你看我，老婆你是唱吧，俺打地铺就行了。打地铺？啊，不是，这你睡床吧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那你睡床吧。你看你瘦的，我来打地铺就行了啊。嗯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睡睡床吧，我打地铺。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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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爸。啊？要不你还是上来睡吧。没事，你赶紧睡吧，我这挺好的啊。你这样臭得很，你还是上来睡吧。可是你这。一边就行了。那行吧。你在左边，我紧靠一张照片，这个啊。